今天欢迎收看10月14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陈彦如。首先带您来看到的是，花莲县长14号上午特地到了土石流应变中心，了解目前花莲县境内灾害抢救的状况，并指示相关单位要给予需要协助的乡镇做需求的汇报，有效解决灾害问题以及民众需求。14号，据农委会第八报，花莲县所发布的土石流红色警戒计有36条，黄色警戒计有179条。县长许正卫特地在灾害应变中心与县府各局处室及中央驻地方单位进行相关业务的沟通协调。农业的部分就请我们的农业处，相关的这个科长，跟各乡镇公所以及我们农会，积极在对我们受损的农损的部分赶快协助他们赶快报上来。那我们要看怎么样去第一个中央争取，第二个是县政府如何协助帮助农民度过这一关。那其他的就是因为现在在退水还有这个部分就请我们警察局警察局特别对于我们刚才讲的翠翠大桥的桥梁还有几个点要特别注意，那还有一些乡亲回报或者是我们的消防局这边有灯载的一些危险路段，受损的这个路面路段要围起来的部分还是要继续把它围起来，至少到目前还没有修复的那另外还有我们奇美就864的部分 3K 是完全无法通行，所以让瑞穗到奇美是没有办法进去的。那现在那个蒋村长蒋村长有提出说那居民的这个居民的饮食以及粮食的问题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请社会处跟那个蒋村长联系部落里面需要什么，然后我们从观光公路可以把它送上去。同时也指示花莲县政府社会处及教育处对于瑞穗乡奇美部落的居民饮食问题做协调及了解，而学生的教育问题也请教育处给予协助。对于各地的道路桥梁检视，也指示花莲县政府建设处在水退之后进行桥梁的检测。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